金山高中餐饮周今天邀请到主厨以及意大利巴萨米克醋的专家来上课，为教职员以及学生做介绍以及料理。而金山高中期待以引进不同的食材，让学生们有更多不同的国际观。这周开始是金山高中的餐饮周，参与学程的学生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与课程。今天邀请到主厨以及意大利巴萨米克醋的品评专家来到餐厅中，为教职员及学生介绍做料理。金山高中期待引进不同食材课程，要让学生们有更多不同的国际视野，并且能够在专业上有所精进。金山高中的 学校的目标就是希望培养孩子呢能够有国际观跟国际互动。那今天尤其是餐饮美食，那今天更高兴我们邀请那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 Vincent 营运长以及 Kelly 到我们金山高中餐饮学程，然后也跟带来百年最高档的这个 Balsamico 的醋跟金中所有的师生一起分享。展示桌上一瓶瓶的意大利巴萨米克醋，可都是具有陈酿的历史。在品评专家介绍后，师生们一起用小汤匙先试试巴萨米克醋的原味，随后再搭配主厨料理的食材做享用，师生们都露出惊喜的表情。而意大利巴萨米克醋的品评专家也希望透过推广，让学生们能够对巴萨米克醋有更深入的了解。很有荣幸哦，能够受到我们那个淑芬老师的一个邀请哦，来到金山的高中，然后来把那个我们意大利的百年大厂那个巴萨米克的陈年醋来分享给大家，然后看到我们金山同学非常认真，然后我们很希望把我们的最好的食材能跟同学做一个介绍，能够做一个认识，然后希望同学未来能够跟国际能够无缝的接轨。对此，金山高中也期待透过每年以学生为主体所举办的餐饮周，要培养学生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能够将意大利知名的巴萨米克醋借由策略联盟学校及英国学院的专业技术指导，要让餐饮应届毕业生能够再多学更多的美食佳肴，借此培养学生的软实力。记者廖品涵，金山采访报道。